十日晚 ，YG 娱乐上传了 BigBang 预告照 ，BigBang 将于四月五日回归，这也是 BigBang 继2018年3月发行单曲《大陆》后，时隔四年发行新歌。目前团队已经完成相关 MV 的拍摄，预告出来后，成员也先后应试宣传，多少人的青春这次终于回归了。